流量呢跟你的搜寻差不多就好，不要太太大。所以呢，我们呢包含很多部位，有没有人知道？五个内外旋冲。好，我们先说第三个冲是什么意思？说。好，把肥皂泡泡冲掉。好可爱，我们来看一下黑板的洗手有五个步骤，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五个？来吗？好，够资格。来说，对，我们的步骤，第一个湿是什么意思？到林立彩，请勿用。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？说，说呢，我们呢包含很多部位，有没有人知道？好，这个里面要讲第二个部分呢，这七那个已经会出来很多次，我们先说第三个，冲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你好好有一个找不到位置。对，细菌呢，跟在你身上的比较熟悉，干净的又怎样？就弄到细菌了。所以呢，要用干净的擦手的毛巾或者是擦手巾，对不对？最好都是呢放厕所上完。现在都小方便，没有大方便。放到一个。我们前一天都五十个。现在少死。哦，它是什么？不知道啊。烘干机，就像你吃的风机一样，有什么快速进去，它就会。刚刚的呢，细菌才会藏在那里，才会滋生更多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了解的是搓这个部位，然后有湿的一个手，一定要洗得非常干净，不然呢，细菌还是会残留。残留之后呢，我吃下去呢，身体就会不舒服。那刚刚已经知道是哪七个部位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考大家，第一个，内在。里面，哪里的里面？手心，手心，手的里面，那手要怎么洗干净呢？这就是手心内，外是指哪里？外面，手背，两只手都要洗哦，不要只洗一只手哦。哦，就是两只都要洗。那夹呢？20分钟，30秒，30秒，20秒，先喝多久？20秒。
这些孩子应该第一次看过这么多媒体。把你的水龙头也冲一下，冲水冲。